再继续把学校也聊完天，然后再去解任务。礼堂还是不能去吗？不行。啊，莲奶，我们去找亚丽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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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也很努力呢。他这服装真的好可爱。你对大家说出自己的贵族身份了吧？哎，是啊。呵，刚才进有点。不会后悔啊，有什么好后悔？我也一样，真的可以照现在继续用啊这个姓吗？啊，看来之前说可能是大小姐，或者是名门吗？名门大小姐，可总觉得她不大像。我有对亚丽莎同学，我不能输给她，就算学东西比人快，也别那么得意。只面对贵族的女孩子，艾米丽也毫不留情呢。当然啦、啊，这个社团是社团活动啦、啊，人无贵贱之分，这还是要努力的。各求各位，你们两个都是新生，当然好好相处。今天要好好收拾，真的，不要再让我来陪亚丽莎，自己要来收拾。宝拉，你怎么又在下面，宝拉？尤西斯那个小少爷请假，哪尼？尤西斯怎么不见了？宝拉，赶快上马了，宝拉。对啊，尤西斯当然是好人，可是他没来，我们宿舍也没看到他，跑去哪了？凶哦，体育馆。啊，马芬，击败了一个一年级就太嚣张了吗？哼，看来区区平民的剑果然是不及我、啊。bla b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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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， 可恶，艾伦，艾伦你输了，艾伦这个小嫩嫩。你就跪在地上吧，你就是滚泥巴吧，艾伦，实力相差太多了，可恶！难道这就是贵族的力量？不，这不是贵族的力量，只是艾伦你实在是太嫩了。你首先先改一下你的名字，虽然字不一样，但是发音一样，就会显示你的弱。嗯，真是讨厌的家伙，学长，学长，他要由你来教训啊，学长。看这个拿剑的方式，就觉得他非常的自大。学长，好好的教训他。劳拉，哎，有人在下面呢，还要灭顶啦！游泳真的好难哦，难得劳拉亲自教我，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。感觉你已经在喝水了，莫妮卡。她真的很漂亮吗？对初学来说，真的有那么难吗？太厉害了吧，劳拉！魔鬼训练，莫妮卡，好自为之啊！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学长回家了，他的母亲受伤了。你们就跟着劳拉一起游泳更美好。We all can。 哎呀，我来编一个外国轮在这边打广告。
续往左走。是工友，安安你好，安吉丽卡大小姐虽然是个比较特殊的人，因为如此，不论是学生好是老师，都非常的喜欢她。安吉丽卡，哦，你今天也在钓鱼，跟你聊天，这里也挺不错的呢。我还没有那个、新的钓具可以钓，所以我还是只能用原本的钓具，然后钓这些刃鱼。哎呀，扫嘞，扫嘞。哦哦哦，是龙虾，有龙虾。なんだこれ？是小虾子。それ。无论是螃蟹还是虾子都没问题啊。まずまずだな。花蟹。哪有奇怪的钓鱼，这是很正常的钓鱼啊。鱼你不懂啦，笨蛋鱼。会，哎呦，很会钓，很会钓。Yes, get that.是不是还有一个可以钓？等等，噔噔噔噔噔，轻轻松松。期待之后应该会有一些鱼会更难钓。爱的真的是好轮，这个游戏各种好轮，我也是好轮。哦，终于不愿意折了吧，这个摩托车啊，倒立机车，反复调整，要，我要坐在后座。哎，我对和男人两个人双贴没有兴趣，哪里？总觉得有点可惜。我也想要自动二轮车，太猛啦！那不然我载他嘛，对不对？报告完成，倒立机车的报告。哦，好猛！倒立网络。定期会回报，好猛哦！噔噔，毕竟还没有普及，必须要好好的弄。好，来去学生会馆，冲啊！捡到克洛和安杰丽卡了，没错。克洛常常被主人骂，真的假的？感觉他们还不错啊。我是最不希望一年级当榜样的学长，第一名和第二名，太可爱了。
那个叫克洛的同学欠了有点多的账，哪尼？各种欠钱啊，学长。学长，你这样子有点不大好啊。克洛虽然是个随便的家伙，但也很照顾朋友。虽然他身为学长，我没办法叫你尊敬他。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咱们也没有办法。今天艾玛同学妹到黄昏才会过来，你要给她读什么书？你要怎样对艾玛 ？No， 不能操之过急。绝对，如果要让她进入夫妇的世界的话，绝对要慢慢的。天哪，这就是腐女的调教吗？太可怕了。总有一天我要进来，每次我都一定要确认一次，总有一天我会来的。可恶。记得你是阿静班上的，你在干嘛？我来参观看看不行吗？啊。现在路面好像会有反效果，抱歉打扰你了。真是的，啰里吧嗦的阿静。我现在很忙，别耐烦了。总觉得每次一跟他讲话，就会让我觉得生气，真的很幼稚呀。你们特科班好像正在调查旧校舍，对吧？对，嘿嘿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们正在着手解开这世上的谜题之一，对吧？加油，期待你们的成果。对啊，感觉就是被误会了，不可思议的传闻。好吧，我也会好好期待那里到底是有什么样神秘的东西。哎咻，小孩子在这里。李恩同学，昨天你好像和小安，是小安，安杰丽卡叫做小安。学长姐的班级和社团也都完全不一样，到底有什么连接点？去年某件事情，好好奇哦。克服的过程当中，感觉越来越好玩。嗯，所以他们去年突破了某个事件，所以让他们彼此之间有所牵绊。感觉之后我们也一定会知道呢。买梗，买梗。图书馆，冲啊，冲啊！结果艾玛是进文艺社啊，会不会受到陶乐斯的不良影响？没想到连卡洛都知道。你们似乎习惯学院生活了一年级，不过拓字的形式正要开始。期中考，暑假，学员季，学员季听起来很棒哎，学员季。不知道闪鬼一有没有机会到学员季呢？还是闪鬼二才会到呢？嗯，有事找我吗？帝国历史，负责加历史和文学。有没有订书？是不是你的狮子战役之谜？其实呢，给你，我也想要看《狮子战役之谜》。哦，我想借，我想借，现在 ，right now， 现在就给我啊！《狮子战役之谜》，马上就来看看。可恶，想看呐、啊。安安哦，对啊，今天玩闪鬼。
现在是悠闲自在的跑地图。撒娇官是去年经由学院长推荐的，哦，所以是学院长推荐的哦。好像有一些脱线的地方，我觉得他一定是协会，尤其是协会的人。是非，哎呀，要睡午觉吗？嗯，哎呦，有空床。谢谢。独特的味道，不知为什么让人很平静。飞很喜欢睡觉呢。飞同学好像也参加社团，真的假的？他参加什么社？睡觉社吧？哪里？他会参加什么社？完全无法想象到。哎，实战技术的课程分配到了我。哦，即使联络也没有回应，他到底在干嘛？完全合心合不来啊，真惨。那你这臭家伙，嘿呀，是我啦，你是不是有借书啊？政治和经济，所以大概你知道这本书啊。给你送书来，还不赶快来谢谢我？擅自打开哦，他这很无聊啊。给你啦，给你啦，还不赶快道歉？为什么狮子？贵族有贵族的工作，平民有平民的工作，只要记住这一点。无聊，无聊，真是难相处。刻板印象，贵族也可以很随性啊，平民也可以显得很有贵气啊，干嘛要这样？刻板印象。嘿，校长，这个月麻烦我们，没问题啊。大型的魔物，所以上次遇到的算是魔物咯。他好像会独自进入旧校舍。非赫劳塞尔同学吗？嗯，所以也有一点隐瞒的。总觉得他是真的很难想象到他的身世来历啊。不过他跟巧克力莎拉好像老早就认识，好好奇呢。请小心哦，这种状态下的社长很危险，就像他对我一样。你怎么了？是莲娜。练习素描，有点想看看他画画的样子。之后再说，之后再说。社长，现在别跟我说话，我正在开始听见这个石头的声音。你在说啥话哥？石头的声音。哇，好好，不愧是艺术社，猛猛猛，很厉害。之前讨的特级饼干完全没人要吃，香味啊！不，天哪，他可以不要再这样子吗？你这个吃货太可怕啦！从未见过的新料理，也是最可怕的料理吧？抖抖抖，无法想象。老师。可以打扰一下吗？近代美术全集。好说好说，加油加油！这个老师真的非常的和蔼可亲。管弦社每年夏天都会举办演奏会。夏天，每到夏天，你们就要弹琴。演奏会啊，真是令人期待。呵呵，
对啊，每天都非常有意义的度。